弟兄姐妹早安，耶和华成了我们的诗歌，成了我们的拯救，让我们早晨起来用全心全力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主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你是我山寨，我救恩的保障，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，我主，你是我高台，你是我的坚固城，我要不住的感谢你，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更多开口来赞美他，主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你是我山寨，我救恩的保障，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，我主，你是我高台，你是我的坚固城，我要不住的感谢你，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但你心事的慈爱不要不住，不会离开，我要不住的感谢你，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早晨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呼求神，让我们的心不住的感谢他，他是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。是的，神，当我们早晨来仰望你，全心依靠你，耶和华你成为了我们的力量，成了我们的诗歌，成了我们的拯救。主啊，我们要深深的盼望放在你身上，哈利路亚。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我要主的感谢，你你无比的大爱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我全心依靠你，虽然大地会震动，大山小山会落泥，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，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，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。耶和华你配得赞美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。主，我们赞美你的信实的慈爱永远都在你百姓的身上，虽然大地震动，小山大山挪移，但耶和华你的慈爱永不离开。主，让我们早晨全心全力的献上赞美，我主我的神。主啊，听我们的敬拜和祷告，奉靠我主得胜的名求，阿们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从岁首到年终，我们每一天充满了赞美来到神面前，他真的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不改变的神，有这位我们的倚靠真的是人生最大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临近过年的期间，相信我们在大街小巷常常看到很多带着吉祥的这些字，特别是我们华人
很喜欢的一个字就是福啊，福气的福啊。对华人来讲，这个福表示幸运或是福气哈。像我们常看到，比如说福如东海啦，福如双全，福星高照，五福临门等等哈。华人特别喜欢这个福。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，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他乐意的赏赐各样的福气，特别是给信靠他的人。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有一位神所呼召的人，神要赐福给他，他怎么样领受神所赐的福呢？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，我们请同工带我们来读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我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好，谢谢同工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啊，神呼召了亚伯兰，也是后来把他名字改为亚伯拉罕。神呼召亚伯兰说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是他熟悉的地方，然而要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。神在他亚伯兰身上有他美好的一个应许，就是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有赐福，有祝福，也有得福。在圣经里面，这赐福祝福原文都是同一个字，那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面有把它翻成，如果神对人的话是神赐福人，人跟人之间是用彼此祝福的。那我们就来看，一切的祝福的源头是出于神。我们从神造世界，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22节，那你就看见当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呢，他说圣经说神就赐福这一切，说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神赐福给他所创造一切，不仅如此，神还赐福他所造的人类。在创世纪一章28节说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神赐福给这些动物植物，也赐给他所爱的人，连神所造的日子。创世纪2章3节说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就是神1到6日造完了万物之后，第七日就安息了。神赐福这个日子，定他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工，就安息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，他是万福的源头，让我们永远记得一切的福气是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里而来。那神他创造的宇宙万物，他赐福给万物，他也要借着人带下他的福气，所以他选召了这个亚伯兰。亚伯兰他应许亚伯兰说，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家，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，那么我要应许你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意思是说多子多孙，而且这国是强大的。他神还要继续的赐福亚伯兰，要叫他的名为大。亚伯兰他的名被尊荣，他的名传到极远的地方。不仅如此，神也要亚伯兰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在亚伯兰的身上。神还继续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哇，神不仅口说对亚伯兰的赐福，他要一路看顾保守这位回应神呼召的亚伯兰。在一路上，如果有人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给他，谁咒诅你我必咒诅他。很明显的，神一路看顾保护，这也是一种我们所渴望的一种祝福，我们出入尽都平安。还有一点很特别，在第2、第3节神说，
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叫别人得福，他原来意思就是成为祝福。亚伯兰啊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。我们中有一句话说福星，一个人成为福星，就是说他无论去到什么地方，好像众人都因着他得到祝福。神就是希望亚伯兰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的儿孙们，特别是约瑟，圣经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五节，我们知道约瑟 他被他的哥哥卖到这个埃及去，在那里本来是家里的少爷，但是去到那里变成是最卑微的一个奴仆啊。但是因着神与他同在，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五节怎么说呢？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约瑟就如同他的这个曾祖父亚伯拉罕一样，身上带着神的同在的祝福，以至于无论他去到什么地方，神因着约瑟而赐福在约瑟身边的人。所以那位主人因着约瑟，没想到这个买来的这个奴隶竟然带给他们家里有这么大的一个祝福。原来是约瑟所信靠的神是一位赐福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当我们愿意在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神就透过我们，不仅赐福我们，也透过我们赐福给我们周遭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亲友。我们看看亚伯兰他怎么样成为神所赐福的人。神不仅这样对他说，亚伯兰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必须有实际的行动。我们看神吩咐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亚伯兰不晓得的地方，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只知道说神说要他去他就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第四节，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亚伯兰听了神这样说，虽然很好听，但是敢不敢凭信心走出去呢？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。对亚伯兰来讲，他必须要放下他所熟悉的环境，本地本族父家，去到一个他都不晓得哪里的地方，只凭着一个对神的信心他就出发了。当然我们了解亚伯兰的一个信心的旅程当中，有高山有低谷，有信心危机的时候，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亚伯兰一路上就紧紧的倚靠这位引领他的神，以至于他不断不断修正，都不断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。我们看亚伯兰的他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可以说信心的高峰啊，那是一个信心很大的一个试验。就是有一天呢，神吩咐亚伯兰要把他的爱子以撒给献为燔祭。燔祭就是好像我们要献燔祭的话，就会宰牛宰羊，必须要死去一个有生命的动物。而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就是神竟然要他把他所爱的儿子献为燔祭，意思是说他的儿子要死在他的手中。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等到你所应许，本来亚伯兰跟撒都没有孩子，但是神赐给他的这个以撒，好不容易以撒长到这么可爱这么年轻，但是神竟然要他做爸爸的把自己儿子献上。对亚伯兰的讲，里面一定充满了许多冲突，可能吗？在这里就看见亚伯兰的信心，他就凭信心，他相信神，这是你所赐给我的，你既然这样说一定有你的道理，虽然我不了解，内心很冲突。但就在他决定拿起刀来要杀下去的时候，神叫他住手。神说，我看了，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十八节，神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的启示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
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这对亚伯兰来讲好像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期末大考一样，他凭着信心听从了神的话，甚至要舍掉自己所爱的孩子，但是神透过这事情看见亚伯兰真实的信心，在那里神也为他预备一个献祭的羊羔，所以这个那个地方就取名为耶和华以勒，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。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回应神，神大大的再一次的保证赐福给他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而且是强壮的兴盛的这些后裔子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继续说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亚伯兰能够得着神一再的应许要赐福，是因为他听从了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仅是对亚伯兰，也是对你对我，都在每天在走着信心的旅程。亚伯兰他信靠神，他的后裔从无到有，而且最后生下了神应许给世人的救主基督弥赛亚，这是何等的祝福临到世上所有人。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圣经加太书三章六节说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包括你包括我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我们这些因信耶稣的人，这因着亚伯拉罕，我们自己也蒙福。第九节说，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兰一同得福。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我们因着信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不愿意从岁首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定心志，好好的倚靠这位赐福的神，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，让我们信靠神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底下就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先来赞美这位赐福的神，感谢主，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谢谢他过去的带领，今天未来他必定会继续赐福给我们。我们一起开始来赞美这位赐福给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赞美感谢，谢谢主，主啊，你是创造主的神，主啊，你是赐福的神，主啊，你是主动的神，感谢你，当我们有信心来回应你，主啊，你是赐福的神，主啊，这一切都可以让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万主的主，让我们有信心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，你是满有丰盛慈爱的神。主啊，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大大的赐福我们，因你赐的福使我们得富足。主啊，我们宣告你的福分在你的百姓身上。主啊，你透过我们跟我们手中所行的工作彰显出神你的荣耀来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去到哪里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感谢神你在过去赐下的每一个恩典，孩子对你神你接下来所要行的事更是充满盼望。主啊，主啊，却愿你所赐的福分这样子凭着我们的祷告，凭着我们的信心来向你支取，凭着我们的信心祷告并领受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是的，主啊，凭着信心祷告并且领受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预先向你未来要成就的恩典来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你会用美物使人心里所愿的得以知足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来赞美主啊，因为你是那一位过去赐福，如今赐福，未来也仍然赐福我们的神。谢谢你是那一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，是我们可以靠的磐石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立定心志，从岁首我们就要来赞美你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他是万福的源头，所以让我们坚定的来相信神，信心的倚靠他，听从他的话，正如亚伯拉罕一样。我们一起开声祷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听从神话语的人。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让我们有信心听从神话语的人。
使我们心里面找出来的东西是心里面的东西，使我们祷告愿意分出来要求我们更多的人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在的岗位，我们的日子才干，我们要养大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人生活的日常，我们要去耶稣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的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向你下拜，因为我们坚定神你就是那万福的源头，你的作为是奇妙伟大，我们都知道主你是美善的神。耶稣，我们也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让我们得以来信靠你，依靠你，听从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让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使我们不至于偏离主你的道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主你的名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你真是万福的源头，主，依靠你的是有福的。主，正因你是万福的源头，求你指教我们，不要只单看见我们个人，因为你很大，我们很小。主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赐福给全人类，你的救赎计划要带领我们进到更丰盛之地。主，因此我们要跳脱自己的局限，来看你这万福的源头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美善。主，让我们不要单看今生的事，乃要看见主你一直在赐福给我们。主，既是我们，我们就不单顾自己的事情。主，新的开始，我们要更多的仰望你，让我们投靠你，在你里面有提升的眼光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最后，让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成为众人祝福。让我们也带着祝福心，带领我们周遭还有许多亲友都能够认识这位赐福的神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你是主啊，叫我们变主的神。主啊，因此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，哦，主啊，要带领你，带领更多的亲友，哦，主啊，来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一切祝福的源头。哦，主啊，你也要让我们成为众的祝福。主啊，因此我们要更多的祝福去传扬这福音，让更多人都能归向你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让更多我们的亲友都能够认识你是一切祝福的源头。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要播出的感谢，聆听无比的大爱，从日今日到山会落雨，但你心事的慈